好，打包成离线版。那在这个 README 里面，哪一个 README 就是 Scratch GUI 的 README 的最后面，它有告诉你说，如果要打包成离线版，你可以执行的指令这些。那比较重要的一个指令，如果你确定你的扩充套件没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你要把它打包起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执行的是 npm run build 这一个指令，不是这个，啊，这一个，啊，这里，他告诉你说，测试一下，你说这有什么差别？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就知道。好，就是 npm run build 这个一个指令哈。那我们的这个已经不需要了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就 Ctrl+C 中断，好，是中断，中断了。中断以后，这边你再重新整理就会怎么样？找不到网页了，这里就会找不到网页了。好，那我们要做的动作是什么？npm run build， 来再看一次这个，按右键复制 npm run build， 然后你会发现什么？这边的资料夹要多了，多了 build， 多了 dist 这两个资料夹啊，它会打包。那它开始会去编译，给它一小段时间，它会编译完成，然后如果有错误信息也会告诉你。那基本上如果你看到讯息是OK 的 ，successful 的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。那如果它不会动的时候，你感觉它停在那很久，我个人习惯是会按一下 Enter 去催促它一下。那它就会执行非常非常多的程序。好，做完了，没有看到红色的字，那表示大部分是 OK 的。那我们再回来看，我们来看 build 这一个资料夹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有一个 index 的网页了，其他的什么都看不到。好，什么刚才的Node Models 什么 SRC 那些都没有了，那这个网页跑起来是怎么样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哦，这边没有了，怎么都没有网页了？那我们要执行的是什么？如果你变成离线档，你这个 Index 可以用，按右键，谁来开？用预设的浏览器来开，那你也可以选择开启档案用谁？好，我这边是用火狐，那我用空来开好了哈，我们用空来开。好，现在跑的是 index 哦，好，这个 index 哦，跑的是 index， 所以呢，我们按一下加号，是不是有一个 mybit？ 这是我们前面自己去修改 microbit 过来的，啊，出来一样。啊，这里面是跟我们看到的是一样，好，这样子就是，它就不是跑，web server 的那个方式在跑，它跑的是离线版哦，这是一个 index， 好，这样子就可以打包成离线版。至于打包成应用程式，我们后面再介绍。来复习一下，怎么打包成离线版，就是什么？npm
run build 这一个指令。run build 完执行完之后，它会多一个 dist 跟 build 的资料夹。这资料夹比较重要的是 build 这一个，那所有的档案都在这里。那最重要的当然是 index 这个，这个就是预设我们要开启的档案。这样子就算是打包完成了。